的淘宝货终于到了。Hello， 欢迎回来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喜欢我的话呢，今天要加了六六六六。好，今天要做什么呢？我刚终于收到我的淘宝双十一的物品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从哪里先打开起呢？我的家太乱了，所以我不太好给大家看我那么多 angle。从这个先开始吧。剪一下它先。嘿嘿嘿，好开心啊！看一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的淘宝货终于到了！我等了两个月了。什么呢？这么高的？好嘞，好多东西哦！再来看看，好吧，箱子里面又有一个箱，箱子里面又一个箱，哇！这样慢慢拆了吧，我觉得我需要坐下来拆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没有啦，我现在直接打开它好了。组装了，再给大家看看。吵啊！我在教你吗？哦，什么？要
要点了吗？先去一边弄他的那个老鼠的家了。啊！耶！等了差不多一个月，他才发货，就是因为等这一个。你可以帮我拉一下吗？拉一下那个盒子。嗯。哒啦！就是一个椅子。的 director chair， 哇，开心开心，最满意就是这个 sofa 卡的了。我发现我买了很多木的东西，你看，是肥肥也是木。这个感觉好像碎哦，但希望它不是碎哦。我听到碎了的声音。哦，原来是这个。上来安装，呜！做全部安装事情给他做，太好了，买多一点先。好像小个椅哦，这矮吧，不要这么多。哎呦，这是一个桌子的底部，是个 handbag， 拿出去买菜。我想要问，就是因为这边有两个洞嘛，前这边也是两个洞嘛，那上面的是下面上去的嘛，那这个就是要放这个上去吧。单调一点的玻璃的桌子，可是到最后我选红色了。其实蛮少人支持我买红色，但是我就觉得，哎，像我这样发力发力的人，还是买红色好。红色配青色，很像一堆草里面有一朵红花这样子那种感觉。到最后一个东西了，六来来来，哎，这个卡贝咯。好质量的，知道卖家的服务也是蛮不错的，就很细心的为我想起。哇，有我要的格纹，我就想要我的家有一点复古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买格纹，就是毛毛的感觉的。哎，这毛毛也是蛮密的，那个密度做得很好，没有一点点的空隙，看好漂亮啊，好喜欢。等我摆好了我的客厅，就给大家看一看那个效果，跟这个桌子一起摆。然后呢，哇，真的我加很多木的家饰了。然后这个是Sean喝了一半的 hamster 的家，哇！大家看看，这是 Sean 做的，他剁了大概有安装了大概有三个小时吧，终于做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找瘦瘦，菲菲呢就睡这一边。咦？哦，他跑进去里面睡觉了。这是厂家给我的包装。Hello， 妈咪回来新家呢，我带瘦瘦去住先呐、啊，等下再给你啊，贝贝。Hello， 超级可爱的他，他也是刚睡醒。Hello， 妈咪的小宝贝，妈咪小宝贝。
你看，哇，里面好玩。嗯，看现在喜不喜欢先。哇，好吧，因为他现在刚起床，所以呢，还没有很活跃，他也在摸索当中。对，好，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此结束啦。喜欢我的话呢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要按赞、按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OK， 拜拜。啊，我终于把那个 carpet 还有桌子摆好了。其实那个墙壁我是想要把这些画挂上墙壁的，可是还没有时间转，还没有确认要怎么样放水，就先这样子吧。哒哒，关了灯，不错吧？